Oh,
吼，啊，桂楼要来住家咱托付啦吼，啊，相信吼，以六房妈的神威吼，绝对有法度保庇咱托付地区吼，啊，化解一切的灾厄啦吼，啊，嘛会保庇咱六房妈的这些众信徒咯哈，众地主吼，大家会当平安顺遂吼，啊，而且咱托付店吼，啊嘛做好吼，真全面的准备啦吼，咱结合咱每一钟头吼，啊，咱每一个社团吼，啊，做好。真完整的准备吼，啊，要来迎接咱各地来的这些游客吼，啊，希望讲大家吼会当来体验咱托付店吼，啊，这么热情、这么友善的这个招待，感谢。是。因为吼，阮这边的用地来讲吼，阮原地伫咧挖着楼主了后，吼，阮的楼主一定去找足侪所在吼，包括阮的团队去找咱托付，阮过港。境内，阮足侪所在，啊嘛，参足侪地主来接触，结果拢无法度来成功。结果即个期间发生一个足奇妙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咱即马现在的红单预定地，即有地主，有过来的地主，哦，咱即拢总十二笔，哦，过来的地主去到阮土库过港六百码庙，来向阮六百码姑婆来求，求讲，阮明年的红单是咪使伫因的土地？啊嘛，因为安尼来到阮团队来接触，后来嘛是由着阮楼主去请示着咱。六房天祥圣庙，吼、哦，了后咱决定要伫遮用地，咱拢总有十二笔的土地，目前土地超过土，要将近两甲地，两公顷的地，啊，即马目前阁有一挂地，阮嘛阁咧接受当中，吼、哦，非常感谢，因为即件吼、哦，咱的用地吼、哦、是真好找，因为拄好伫咱土库的外宽道路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头前即个将近要二十米路，以及着咱倒手边吼的即个停车场的部分，吼、哦，嘛是伫咧十五米路。吼、哦，伫咧大同路顶悬，包括伫后壁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建国路三十七巷，吼、哦，拢总有三个出口，吼、哦、啊，更好认的，就是讲伫阮土库消防队后壁，吼、哦，嘛是伫阮土库建国路，嘛是伫咧将军路顶悬，所以讲即个地理，吼、哦，包括着咱头前，佮有咱公所的停车场，吼、哦，佮有其他的停车场，所以讲即件真正是真幸运，我都找到即块土地，吼、哦。啊，佮有包括着讲吼，阮土库农会嘛是伫阮阿伯面，即个嘛拢要全面同阮协助，吼、哦，要来开放因的停车场，来借咱六百码来用，来扶持圣庙，吼、哦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掌声鼓励拍花，感谢阿锦乐，谢谢。